阅读浮世绘。新闻媒体是国家的第四权，像李涛，他是我送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去念书的，他学到这种第四权，学到为民喉舌这样的一个正义的心理。那他所以有一次他送书给我，他上面是都是写说我是他影响他最深的一个老师。阅读浮世绘，精彩的对话尽在阅读浮世绘。